学佛入门呢，第一个科目观无量寿经所说的三福，那么这三条非常重要，无论是修学哪一宗哪一个法门，都不能够缺少的。正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三世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修行成佛的法门很多，但是都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那么有了这个基础，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成佛，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实在讲，即使成佛了，也离不开众生的。佛要普度众生，怎么能离开众生呢？假如要跟众生相处，如何才能够处得好，相处得和睦？佛给我们制定了六条的戒条。那么这个六条戒条，实在讲不仅仅是用在佛教团体当中，它可以普遍广泛在用在所有一切团体中。佛门里面讲重啊，你看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啊，皈依僧重中尊，这个重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团团体啊，大家在一块聚会的时候，那么这个叫重。世出世间大大小小的团体啊，在我们这个一般社会上来讲，最小的团体是家庭啊，家庭是个团体啊。大的呢，这是一个国家啊，一个国家呢也是一个团体。那么更大的，今天我们组织有联合国啊，这就说明这一个世界是一个团体啊，是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个团体。为什么说这许许多团体当中，佛教团体是最尊最贵的？因为世尊为佛教团体制定了六条戒律，团体当中每一个分子都必须要遵守的，因此他在所有团体当中确实是最为尊贵啊，值得大众尊敬，他是大众的榜样。这六条戒律里面第一条呢，就是见和同解，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建立共识。换一句话说，这个团体当中任何一个分子必须要思想见解，也就是讲想法看法很接近啊，这才是一个
活的基础啊。如果每个人想法看法都不一样，大家在一起就免不了要有意见，免不了有冲突，这个团体不能够和睦了，所以把这个列在第一条。当然见和同解，这个见字也有许许多多差别的标准。就说一个家庭，他以家庭兴旺为目标，如果有这个共识，这个家庭就很美满。那如果是一个商业公司，他的目的是赚钱，只要能大家能团结，都能够赚多更多的钱，这是他们的共识。那么由此可知，团体不一样，标准就不相同了。那么佛门里面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标准呢，使我们感到释迦牟尼佛呢，的确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因为学佛的人走进佛门了，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放下了。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来建立共识呢？释迦牟尼佛如果给我们说，你们都迷惑颠倒，见解错误啊，我是大智大觉，你们要以我的见解为见解，那这种说法我们能不能服呢？当然有一部分呢承认佛是大圣人啊，圆满智慧的人，还有一些人呢觉得未必吧，我们赞叹佛的智慧德能万德万能。有不少人听到这句话了，这只是赞叹释迦牟尼佛，并不是事实啊。那么这样的见解就有很大的差距，怎么能够建立共识呢？所以世尊告勉，他告在哪里呢？我们只要把自己所有的想法看法通通都放下，那不就平等了吗？这个方法的确高明。佛不说我的知见正确，你的知见不正确，咱们把所有的知见通通放下，这就归了一了。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正是所谓般若无知。当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不起作用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人请教他，没有人问他，他心清净，一念不生呐。每一个人的心都清净，都没有一个妄想，没有一个杂念。这个的确是共识啊。佛门团体的共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让我们听了之后真正佩服，谁也不跟谁走，谁也不牵着谁走。我们在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找不到，真的没有第二家了。以宗教来说，宗教还要跟着上帝走你不能跟上帝平等佛不叫你跟他走，这是我们最佩服他的地方。
第二条戒律啊，叫戒和同修。这个地方所讲的戒，有广义啊，有狭义。狭义的，就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诫，一切经中所讲的教训，我们要明了，要遵守。这是狭义的讲法，广义的讲法呢，守法啊，戒就是法律，就是规矩制度，乃至于包括我们这个世间呢一切的风俗习惯，我们都要遵守啊，特别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由于交通的便捷，资讯的发达，我们活动的空间呢不限于自己一个国家了，常常啊到其他国家地区去旅行，到一个地方一定要遵守这个地方的法律，遵守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这样啊我们才能够跟当地人和睦相处啊，才受到啊当地人的欢迎，当地人的尊敬啊。那么尤其佛这一条戒律啊，我们看着非常实用啊，我们看到真正能够生欢喜心啊，所以佛家讲这个戒律啊，不是死板板的说五戒十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个范围呀、啊，就看得太窄小了啊。所以这个持戒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守法啊，守法了就是持戒啊，守法的人没有一个地方不欢迎。人人都欢迎，每一个国家政府都欢迎，啊，就是持戒，它的真正意思是守法。那么以这个基础，这才讲身同住，啊，口无增，意同悦，啊，这是生活在一个团体里面，彼此互相。没有争论啊，没有意见的当然就没有争论了，在一起修学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每一天都有进步，当然生欢喜心，所谓法喜充满啊。最后一条啊，是利同均啊，利和同均，利就是我们今天讲物质生活，在僧团里面啊，诸位要知道僧团也是广义的啊，并不完全指出家人啊，那指出家人呢那当然是僧团，但是他的意思不限于出家人，在家同修，如果是你一家人，一家人都学佛，一家人都皈依了，你这一家了就是个僧团啊，可见的这僧团这个名词用得非常之广泛啊。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公司，你从老板到员工，都修学佛法，你这个公司就是僧团啊，所以他这个团体这个定义啊是非常非常之广义的啊，不是狭义的啊。只要遵守这六条戒律啊，这就是一个僧团。僧团里面讲求利益要同均。这个同均的讲法
也不是说大家都一律平等，出家人可以说生活一律平等，在一个寺院里面，从住持到这个里面的亲众，物质生活待遇决定是平等的，没有特权阶级。假如你是一个公司行号，从老板到员工，你的职员薪水当然不一样，那这个平等怎么讲法呢？你应当所得到的待遇，你能够得到多少待遇，决定公平，这就是均等。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字字句句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总而言之，它确确实实符合合情合理合法，这个就叫均等。这是六合敬，佛教给我们与大众相处，我们一定要遵守。即使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团体，他们没有修学六合敬，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依六合敬的精神去做。这是个佛弟子，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不能说别人不做我们也可以不做了，那个是讲不通的。佛菩萨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最佳的典范，而我们学佛的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一定要给没有学佛的人做一个好样子啊！这个是佛法的精神呐。这就是自心化他，弘法利生呐。我们虽然没有用言语去教化众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持，我们一举一动让别人看在心里，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这就是诸佛菩萨了，应化在世间度化众生，这是我们的应当要学习的，必须要学习的。第三个科目三学，三学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真正的进入到佛法的课程，前面两条基础三福，你看没有学佛之前先要修福报，没有福不能修福然后教你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些原则你要遵守这样才能够学佛。佛法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我们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类。我们现在的佛教经典在中国呢，这个编成的称为大藏经。大藏经里面就分三个部分经律论、经藏、律藏、论藏。藏就像仓库一样藏在那个地方佛经传到中国来，
最早是在后汉的时代，到唐宋的时候，这个已经的工作大概90%已经完成了。于是在宋朝就有人想起要把这个佛的经典呢重新分类呀，把它整理啊，这就是编成了大藏经，把它分为三大类，依照这个经律论啊，分为这三大类。那么这些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朝时代永乐大典，清朝康熙年间编图书集成，乾隆编四库全书，那种分类的构想啊，都从佛教里面学去的啊，所以最初分类啊是从是佛教分的啊，所以这个乾隆啊，这个编这个中国的这个四库全书啊，就是这个构想上、架构上啊来做的这个工作。那么经藏主要讲的是禅定啊，讲定学；律藏啊是讲戒学；论藏啊是讲慧学。这就是戒定慧三学啊！你要说佛讲这么多经，内容讲的是什么？用这三个字来答复啊，绝对没错。佛讲戒、讲定、讲慧。这个戒学里面最要紧的是讲规律、讲秩序，地球有四时的变化了，春夏秋冬啊，人事也必须要有秩序，要有规律，人才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如果失掉规律，世界大乱了啊！纵然你今天有福报、有财富，古人常讲富而不乐，你生活在恐怖之中，你没有安全感啊！为什么原因呢？我们把秩序失掉了。戒学里面给我们讲解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有秩序？为什么要遵守秩序啊？这里面的道理。方法境界他讲得很透彻，读了之后我们不能不服啊，觉得佛所讲的是有道理的啊。实在讲呢，这个戒定慧三学已经把这桩事情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我们学佛，学佛求的是什么？智慧。前面说过了，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求的是这个。这个智慧要现前了，确确实实的宇宙人生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啊，我们说的是全知全能，是赞美上帝的话。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个个人都是全知全能的。啊，全知全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但知道现在，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啊，我们现在讲这是神通啊，不可思议啊。佛告诉我们，这是本能，你应该知道的。啊，可是现在我们应该知道的不知道了。我们的智慧的能呢，失掉了。佛教导我们是在讲没有别的，只是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能力而已。为什么会失掉了呢？迷失了。佛告诉迷失掉了。迷的相现象是什么？迷是你心动的。啊，诸位要知道，佛法讲迷讲觉，觉心是不动的，迷心是动的。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就是迷。所以佛教给我们如何在一切境界里面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们的本能就恢复了。这个境界呢就叫做定。因此佛法讲的法门很多啊，修行的法门很多。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也要把它搞清楚。行是行为，我们常讲思想、见解、言语、动作，这都是行为。行为错了，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所以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你把这个统统修正过来，这叫修行。正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戒定。戒是形式的标准，定呢是心理的标准，那真的标准。定是清净心啊，所以外面标准固然重要啊，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内在的标准才能达到我们修学的目标，开智慧呀。智慧是我们要求的东西啊。所以说应界得定，因定开慧也。这个是把这个标准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了。慧里面就是第一天跟诸位同学报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这在三学里头它是属于慧学所包括的。要怎样才能得到正觉、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呢？定功。这个定功实在讲就是清净心的。清净心的那个程度不相同啊。前面的正觉，究竟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那么佛在《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讲，菩萨从初发心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一直到成佛，有52个阶级，
五十二个阶级从哪里说的呢？就是从定功，从清净心那个程度啊不相等，从这个地方分的啊，所以说通通修的是清净心呐、这个很重要啊，这是佛法的总纲领啊。总而言之，我们学佛要晓得自己修的是什么啊，离开了规律，离开清净心，就不是学佛了啊！不管你学的是哪个法门啊，你念佛也好，持戒也好，读经也好，持咒也好，参禅也好，假如你要不遵守规矩，不得清净心，那都是样子，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虽然学没有效果啊，好像学生在学校念书很用功，天天念书啊，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那有什么用处呢？那没有用处啊！啊，所以你得修学，不管修哪个法门，懂得规矩，能够守规矩，能够得清净心，这个心呢，一年比一年清净，一个月比一个月清净。一分清净就得一分智慧，两分清净就得两分智慧，真智慧是清净心的起用啊！所以心不能有烦恼，不能有忧虑，不可以有牵挂，那些佛都说了，那叫妄想啊，害事啊，不能成就是那害死的。世间有不少人认为，我要不天天在想，天天在想主意，我怎么能得富贵呢？以为呀，他的那些富贵呀，都是他的妄想得来的。这不是事实。他的富贵呀，前生修的，前生修的因呢？这一生得的果报啊，他不打妄想，富贵也来呀、不是打妄想打来的。他要没有那个富贵的命啊，怎么打妄想也打不来呀、你看打妄想的人多少？几个人得富贵？这就证明了，可见的富贵不是打妄想打得来的。不是你说怎么努力啊，你的钱能赚来的，没这个道理。那么关于这桩事情，诸位要细细念念《了凡四训》啊，你就明白了。《了凡四训》念一遍不行啊，我过去教人呢，要一口气念300遍。印象深，仔细想想，有道理。你要修因呢，你才会得果报啊！下面这个科目呢，六度，六度就跟你讲修因，你得什么果报？第一个跟你讲啊，布施。布施这个意思呢，也是广义的，也不是狭义的。到哪个地方去捐一点钱啊，这就是布施了，这是。无量布施里头的一种啊，实际上啊，这个六度是菩萨生活六大纲领，每一条里面，它的范围啊，都是涵盖我们一生全部的生活，全部的活动。我们要明白它的真实意思啊，譬如说布施，布施是讲牺牲奉献的，除了我们用财可以布施，我们体力也是布施啊。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每一天在家里面整理你的家务事情，让你一家人过得很舒适，你在行布施啊。那布施学佛的人每一天做同样的事情，哎呀，洗衣烧饭，累死了，天天觉得这个工作无聊啊，啊，厌倦不堪啊。如果是学佛的人，是每一天在行菩萨道啊，每一天在学六波罗蜜啊，那快乐无穷啊。同样干这些事情，你看那个念头一转过来，不一样。啊，你是在修布施波罗蜜，啊，你是在供养你一家人，不但供养你一家人，你这一家做得整整齐齐，啊，让你的邻居亲戚朋友看你是个模范家庭啊，影响他们，教化他们，可见的。你做这一桩事情，不是利益一个众生，利益一切众生。啊，一个人是一切人的榜样，我这个家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家庭的榜样。啊，你做生意，你的店是所有一切的这个开店的人的榜样，你这个公司是所有天下公司的榜样。这叫行菩萨道啊，普度众生呐。你就晓得六波罗蜜它的境界是多么广啊，就展开来净虚空变法界，不止这一个地球啊，这个地球太小了啊。你有这么大的心量，有这样大的眼光，这是大乘菩萨。那么通常佛把这些意思归纳起来，啊，所有一切布施，不外乎三大类，三大类就全部都包括了。第一个是财布施，啊，财里面包括内财、外财，外财身外之物，内财身体，啊，我每天身体做的一些劳作，做的一些工作，这内财布施，啊。利益别人，啊，不是为自己。他所得的果报，财布施的财富，啊，所以你有这么多财富从哪里？你前世修的，啊，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头没有，想什么样的方法，也想不到啊。聪明智慧，法布施的果报啊，法布施肯教别人，不吝啬啊，不吝法，我知道的，别人想跟我学，我尽心尽力教导别人啊，所以法布施的果报的聪明智慧。无微不至的果报的健康长寿啊，什么叫无微？众生有恐惧有不安，你能够安慰他，你能够保护他，使他身心啊有安全感，这一类的协助就叫做无微不至啊，果报的健康长寿啊。财富他要，聪明他也要，健康长寿他也要，这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呢、啊、他要不修因，这个果报是得不到的啊。三种因都修，三种果报都圆满，这个人是我们世间令人羡慕之人啊！啊，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世间呢，这三种果报通通具足的人不多啊，有很多人得大财富，自己并没有聪明智慧啊，但是
许许多多聪明人呢，都要替他办事，都听他指挥。啊，那么多有聪明智慧的人说，前生修慧不修福，这个人前生修福没修慧。细细用佛法所说的这些道理境界去观察了这个世间人的因因果果，虽然是很复杂，不难看出来，而后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去过日子。实在说，智慧比福报更重要。财富是福报，可是如何支配财富，如何运用财富，是高度的智慧。如果没有智慧，这一些财富给你了，往往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自己还以为做了好多好多好事，其实不然啊！没有智慧，不能辨别真妄，不能辨别邪正，不能辨别是非，甚至于连善恶利害都不能辨别啊！往往自己做错了事情不知道啊！啊，这些事《了凡四训》里头都讲得很清楚啊。他讲这个善与恶里头有真有假啊，有伴有满，有是有非啊，说得很详细啊。表面看的是善思，如果过个几年它变质了变坏了，那这个善思不是真的，不是圆满的。现在看到不是善思，过几年呢是真正的好思，这是真善。所以这个善恶要看它的结果，不能看现前啊，现在善，未来还善，后来更善，那这是大善啊。现在善，将来不善，这个事情不是真善。所以眼光要深要远啊。我们古人常讲啊，防患于未然啊，那这是高度智慧啊，不是浅见的人啊能够做得到的啊。譬如现在许许多多国家所行的这个社会福利政策啊，当时二次大战之后啊，一些先进的国家发起来从事于这个社会福利这个政策，当时人都赞叹了，善的啊。最近我在新加坡，李光耀发表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社会福利制度不善。他说当初他看到这个政策也欢喜呀，现在想一想，新加坡决定不可以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啊，看到是美国被福利政策拖垮了，法国拖垮了，许许多多过这个福利政策的国家了，因为有福利可以生活嘛，大家可以不要工作了，让这个老百姓学成了懒散啊，国家这个收入不足于不富于支出啊，所以到最后这个国家财政一定被这个政策拖垮。这个现象可别什么人能看到这么远呢？
觉得这就不是个好事情啊！啊，必须要过了几十年之后，哦，毛病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害怕了，害怕的呢，能不能废止呢？没办法废止。啊，人民已经得到利益了，政府想废止是不可能的。啊，只有一代一代的去拖，拖到最后这个国家拖垮为止，没有办法挽救啊。啊，我们在美国住了不少年呢，美国现在债务是第三代的人都还不清了，你说多可怕啊！二次大战之初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债权国现在变成负债国了，他的债怎么负的？福利政策把它拖垮了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善恶不是从表面上你能看得出来的呀，你要往深处看，往远处看呢，你才发现呢，眼前是好啊，后头后患无穷啊。所以没有大智慧的人，他怎么能看得到？六波罗蜜里面，就是菩萨生活这六个守则里面呢，第二个是持戒，这个持戒是广义的，里面没有狭义的，就是守法，要养成守法的观念。佛的教训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规章，乃至于风俗习惯、道德观念都要遵守。这里面有条文的，有没有条文的，一些不成文都要遵守。第三呢，忍辱。忍辱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要有耐心，要有长远心。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很好，一切法得成于人，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成就，一定要有忍耐的能力。大的事业要大的耐心，小事要有小的耐心，没有耐心不能成就。人为什么要用辱？这个名词是古时候翻经这些法师特别为中国人翻的，梵文典籍里面没这个意思。我们中国古人呢，读书人呢，把儒看得很重啊。诸位念古书也许听说过啊，中国从前念书人说士可傻不可儒，这是读书人。今天讲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杀头没关系，不可以侮辱，把这个辱啊看得这么重，所以翻经的法师讲忍辱，辱都能忍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忍呢？啊，那都可以忍了。所以特别是为中国知识分子用的这么一个字，就是告诉你一定要能忍，忍人之不能忍，你才能够成人之不能成，才能够成大功立大业。第四呢，精进。精是进步，精是精纯，纯而不杂了。
不是杂净，不是乱净啊，精进，天天求进步，可见的佛法的教育不会落伍啊，是佛法旧了，佛法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了，这个观念你就看错了，佛法是万古长新，他天天求进步，永远在时代的前端，永远带着时代走，不会说他跟着时代走，那就错了。这个精神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如果认识不清，你就不能算是一个学佛的佛弟子，你在佛法里头根本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它永远是新的，永远是我们生活指导的原理原则，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无论是哪一个地区，它的这个所说的原理原则确确实实超越时空，这是我们称之为经典呢，永恒不变的真理呀。有进步，然后才能达到禅定，而这个禅定跟我们一般讲修学的禅定意思完全不同。他这个禅定是自己，就是我们现在讲自己胸有主宰，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这个叫定，叫禅定。他的禅定是这么说法的，不是叫你每天呢这个盘腿面壁去修定啊，不是这个意思。也正是《金刚经》后面两句话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不取于相”就是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诱惑。现在这个世界科技的发达，日新月异呀，叫人看了眼花缭乱的，你看了之后如如不动，绝不被他所动摇，这是你有功夫，你有主宰呀，这叫有定。而看的这些东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我不知道，我样样都知道，这叫智慧。这个就是六波罗蜜里面般若波罗蜜，你有智慧。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我们买一只电冰箱，这一个电冰箱呢，好好的用，好好的保养，至少可以用十年了。这十年当中呢，那个电冰箱的进步变化很多，我天天看到啊。我要不要再去换一个新的呢？不需要，我家这个还可以用，还好好的。这就是你有定功，你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不至于看到，哎呀，这新的了，我这个旧的，人家来看到好像我很寒酸的，不好意思，赶紧去换一个新的了。那你就被外面境界迷了，你没有智慧，你也没有定功，你被迷了，你的日子当然不好过，为什么呢？你收入这些钱都被这些天天的日新月异在那里变化的都被他们骗去了，所以佛法叫魔，哪是魔啊？这个东西都是魔，五花八门都是魔，来折磨你呀，来引诱你呀，让你动心啊，让你去买他的东西啊，让你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供养奉献给他了，
那叫魔镜啊！啊，有智慧的人如如不动，啊，我穿得暖，吃得饱，啊，住的房子不要大的，我常讲啊，房子大了是替房子做努力呀，好辛苦啊！啊，所以房子越小越好，啊，才生活才自在呀。有智慧的人，就生活快乐、幸福、美满，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这个人神仙生活啊，哪里像世间人过得这么辛苦啊？佛教导我们的，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最后一个科目，这个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啊，那是达到究竟圆满。普贤菩萨跟其他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一类的人心量广大，他起心动念呢，都是为一切众生着想，他没有想自己，也没有想家庭，也没有想他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他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心量就大了，大到真正圆满。这样大的心量，他所修的一切行都叫大行。你们念无量寿经念的很多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修的普贤行，每一个人呢，那个心量眼光的圆大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跟阿弥陀佛看齐，那个行持就叫做普贤行了。那么我们再要谈到佛法修学的层次啊，程序，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性解行证啊。第一，你要有信心，如果对佛法没有信心，你就不能接受了。可是对佛法要产生信心，实在讲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世出世间法里常讲缘分，佛法里面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这个事情就难了。我们仔细想想，这个话的确很有道理。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念书的时代，在那个时候，社会上破除迷信，大家都把佛法看成迷信，所以我们从小那个观念里面呢，这个东西是迷信，没有法子接受啊。那么佛教表现在外面那个样子呢，也真的是迷信啊。在这个台湾呢，因为地方小，大陆上几位法师到了台湾，常常与讲经说法了，在大陆上没有啊。到以后我们才明了，大陆上能够讲经说法的法师大概不到十几个，国家那么大，幅员那么大，所以只有在几个大都市里面才有法师讲经啊。像我们住在农村里面小县市里头，根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讲经的，只听到说和尚念经，没听说过有讲经的
所以表现这个都是度死人啊，这个寺院呢，他们跟死人往来啊，都跟他们发生关系，好像跟活人没什么关系啊，完全不能接受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走教堂啊，走基督教教堂，还听听牧师讲讲道，有的时候听说还蛮有道理啊，反而佛法还不如他们啊。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对于基督教、对于伊斯兰教很向往啊。我在伊斯兰教里头一年呢，在基督教里头两年呢啊，但是佛教里面是决定不能接受啊。到台湾之后，我想学哲学，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先生跟我上课最后一个单元呢，佛经哲学，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恍然大悟，佛教里头有这么好的东西，可惜没有人知道。实在讲，连出家的法师也没说过，出家的法师，哎，你来学佛，你来念佛，那为什么学佛？为什么念佛？说不出来。怎么能叫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糟糕啊，很顽固啊，如何能接受？啊，所以我接受方先生教导之后，才知道佛门里面有宝啊，有好东西啊。可是这个好东西啊，出家人说不出来啊，我们只有到寺院去找经典来读啊，非常非常的可惜啊。以后才听听法师们讲经啊，可见的这是语言太难太难了啊，发现到有这么好的东西，没有发现那就无所谓了。既然发现了，我们得到受用了。如果不能把佛法发扬光大，不能把佛法好做好好的宣传，我们觉得很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很对不起遗留下这么多的典籍。所以这样才激发一个心呢，要真正来发心呢，弘扬。所以我自己是学会讲经以后才出家的啊，我一出家就讲经，在讲台上到今年38年了啊，几乎没有中断过啊，一个星期至少7次啊，多的时候有20-30次啊，一天讲3次的，讲过一段时期啊，这是觉得我们有使命感啊，应当把佛法了，什么是佛法了，要说出来啊，要叫大家知道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对老师要相信啊，相信释迦牟尼佛不会骗我们。相信历代的祖师大德代代承传是真实的啊，但是单单信不够，一定要求解啊。佛法不是像基督教信了就可以得救啊，佛法信了不行啊，信你可以入门，不能得救，要解，要理解。正确的理解，圆满的理解，解了以后要行，行事要做到啊，把佛法理论方法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这叫行啊。那什么叫正呢？在生活当中证实佛讲的这个道理
讲的教训呢，没错，证明啊，证明我从前所信的，证明我从前所理解的，是这么个意思。信戒行正跟前面讲的义序一样，有次第，有圆融，他才圆满呢。那么第二，这个修学古时候的规矩比我们现在好啊。这是第一天跟诸位讲到思忱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的思忱应用在传统的文化，应用在佛法的修学，是决定正确的。决定能够达到教学的目标，我们佛门讲修行正果，它确实能够达到的。可是思忱在现代啊已经没有了，我算是非常幸运，还沾到了一点的边缘，大概从我以后我就断掉了，就没有了，我还沾到一点边缘，非常幸运呐！什么叫思忱呢？跟一个老师学，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哲学，遇到方东美先生，我对他非常尊敬，我想跟他学。那个时候我在工作，只希望在工作多余时间里面去旁听他的课，他在台湾大学教哲学，我想到学校听他的课，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我还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他回了我的信，要我到他家里去见面面谈，谈了以后他不让我到学校去，他告诉我现在的学校40年前了，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学校跟比40年前比那就变化太大了，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到学校来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那么他讲这句话了，就是凉水浇头啊，这没指望了。我听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啊。到最后他老人家很慈悲，他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小时课啊。所以我的哲学是在他家小客厅小圆桌啊，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样传授的啊。当时我不明了，以后学了佛以后我才知道这叫思忱。他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呢？他要防止污染，这个现在讲环保啊，我到学校去一定会认识很多老师，一定会认识很多同学，这一接触常常在交谈的时候啊，心里就被污染了，所以他要单独教我，只听他一个人的。那换一句话说，他一个人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我没机会接触啊，看的书只他一个人知道的，这是他对学生的爱护啊。
真正的利益了。啊，听两个老师你就会打妄想了，哎，他们两个人讲的不一样，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又麻烦就来了。啊，三个老师讲的就三岔路口啊，四个老师十字街头啊，无所适从啊，到最后决定一无所成。这一个老师走一条路啊，这真正是慈悲啊，所以我对他非常非常感谢啊。学生对老师要百分之百的依从啊。那么我从方先生那个地方知道佛法的好处啊，认识佛法，相信佛法了啊。当我研究佛经的时候，算是运气很好啊，一个月在看佛经，一个月就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啊，认识了张家大师。这是密宗的一个大德，真正有学问有大德。啊，这个老人呢，那个时候他大概61岁，一二岁的样子。啊，我那时候20几岁，啊，26岁的时候，也是跟方先生一样，啊，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他知道我读经，有问题的时候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提出问题他给我解答啊，他教给我一些修学的要领，我的佛学底根基张家大师那里奠定的，我跟他3年啊，一个老师啊，3年之后啊，张家大师圆寂了啊，我这个没有法子，就再去找一个老师，有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到台中找李炳南老居士啊，我跟李老师10年啊，第一次跟李老师见面，他就问我你以前跟哪些人学了一些什么东西啊，我很单纯只跟一个人啊，而张家大师李老师对他非常佩服啊，虽然跟他一个人呢也不行啊，李老师提出条件，你要想跟我学，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啊讲经说法，除我讲经说法之外，任何法师居士大德讲经一律不准听。第二个呢，你看书无论看什么书，不经过我的同意不准看。第三个条件就更苛刻了，你以前跟张家大师学的我不承认啊，否定，要在这个地方从头学起。我想想这个老师非常苛刻，很厉害，最后想想还是接受他的条件啊，做他的学生啊。那么这样他就告诉我，他说我这个3条有期限的，5年啊，要我遵守5年，而且很客气地告诉我，他说我的能力可以教你5年啊。这是师承呐，现在到哪里去找这个老师啊？什么学生肯接受这些条件呢？我站到这个边缘，我接受了，他提出来我就接受了。接受之后大概到半年，真的得利益得好处，所以才觉悟到从前方老师张家大师对待我都非常真诚慈悲，爱护备至啊，防止邪知邪见，让我走一条正路啊！啊，那么这个在李老师那个地方得到结果啊。那么在李老师的麾下，
我深深感受到这个教学的好处利益，他老人家要求我遵守五年，我延长了五年，我遵守十年。十年绝对不违背他的规矩。十年之后啊，的确比较成熟了。特别在讲台上能够表现得出来，所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早年讲经要准备呀，很充分的准备呀，十年之后从来没有预备了，从来没有讲稿了。所以现在要有人请我去讲演，叫我写讲稿，我绝对不去，我没有这个习惯。我没有讲稿，而且还习惯的时候呢，临时出题目，临时限时间，出个题目叫我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一定会呀，一分钟、一秒钟不会差，到时候我东西讲完了。讲经也是的，从来也没有准备了，就十年以后没有了。这是得利于私成的边缘。这种古老的教学方法比现代科学的教学法高明多了啊。那么我劝大家一门深入，一部无量寿经，先念三千遍，用意何在呢？三千遍念下你的心定了。念经就是持戒，念到心清净，心清净自然开智慧，那个时候你听经一听就开悟啊，就懂了。如果你的心不清净，妄想杂念很多，诸佛菩萨来讲经啊，你也不会开悟。道理在此地。还有一个常识的问题，学佛的同学必须要知道，那就是佛法教学的艺术啊，这种传统的这个教学法的艺术啊，老师对学生的绝对负责任，对学生非常重视啊，诱导他得定啊，诱导他开悟啊，而老师的确高明啊，有智慧啊，有手段啊，他指出你一条破迷开悟的道路，但是你要是不听话不接受啊，那就没法子了，一定要合作啊，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学啊，这样才能成功。这个是教学的艺术。除此之外，可以说佛在两千年前之前，所有一切教学都达到最高的艺术啊，像佛门的梵音、音乐啊，可惜佛门的梵音也失传了啊，不是现在我们听到这个唱念，现在听唱念你仔细听去听呢，杂乱无章啊。我们在古籍里头书本里面可看到的，古时候人听到这个梵音心清净，所以梵音能够净化身心的这个音乐啊，用这个来达到接近慧三学啊，用美术，用雕塑，你看佛法的造像，佛的像、菩萨的像、罗汉的像，
天神的像，它是表法的，它是教学的，我们今天把它当作神明去看待，你说糟糕不糟糕？那错到哪里去了嘛？啊，我们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啊，譬如你进入一个寺院，寺院就是从前的学校，佛教的学校。为什么要建筑宫殿式的呢？因为中国古时候的老百姓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是帝王，啊，帝王所居住的是宫殿，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地方也建筑宫殿的形式，是这么个道理，啊，称之为寺。寺在汉朝时候是政府办公的机构名称，啊，现在把它变成庙了，这个意思错了啊！啊，它是政府办事的机关呐，啊，佛教这个寺就是佛陀教育，它里面主要的工作就是传播佛教教育。啊，这个佛寺就是佛教教育部一样的。后汉以后啊，中国就双重教育啊，儒家的教育，这是国家采取的，以孔孟为主。啊，这是首相下面六个部里面有礼部，礼部是国家的教育部。啊，这个寺是直接归皇帝管的，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寺的长官叫卿啊，九卿啊，啊，佛教到中国来之后啊，那是那个时候由鸿胪寺接待，鸿胪寺就相当现在的外交部，啊，接待这些外来的宾客，以后我们中国要把他长留在中国了，不让他走了，那怎么不问鸿胪寺不能长期接待，所以就另设一个寺，啊，就于是皇帝下面就变成十个寺了。那么这个寺叫什么名称呢？那是波玛陀经啊，从西域把这个佛经佛像驮到中国来，你从这里看中国人心的厚道，波玛的功劳我们不能忘记它了，这个寺就叫波玛寺，这中国第一个佛寺，所以它是佛教教育的机构啊，它不是神庙啊，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那么寺的大殿就是礼堂了，当中供的是佛像，啊，你看我们佛像一尊佛两尊菩萨，啊，为什么不供两尊佛呢？不供多尊几尊菩萨呢？一定是一尊佛两尊菩萨，佛代表自信本体，代表这个意思，啊，佛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两位菩萨代表我们自信里面的德能，两大类，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慈悲。啊，你看我们供，如果说一般供释迦牟尼佛，两边是文殊普贤，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世界。一个是解，一个是行，啊，知行合一，表这个意思，啊，西方三圣当中阿弥陀佛代表自信的本体，观音代表慈悲，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啊，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呢，这两位菩萨就代表去救助了，不要第三位了，啊，他表法的意思，这个要知道，不是神明啊，它是教学，让你看到佛像就知道他教给你什么东西啊。释迦牟尼这个名称就是佛教教学，就是现阶段的
教学方针。因为我们世间人缺乏的慈悲心，自私自利，所以佛教教学的方针仁慈，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第二呢，一切众生心不清净，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贪嗔痴慢，所以名号里头有啊，摩尼，摩尼就是清净心的意思。可见的名号，佛菩萨哪来的名号啊？名号就是现阶段的教学方针。任何人在这个地方成佛，他的名号都要叫释迦牟尼，不是针对我们众生的毛病嘛，对症下药嘛，是这么个意思啊。每一尊菩萨，每一尊佛，都代表甚深教学的意趣啊！你要懂得了之后，一看就行了，不要说话了。这佛法教学你就圆圆满满得到了。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通常我们进入这个寺院，山门第一个建筑天王殿，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叫护法神，护谁？护自己呀！如何保护自己？他叫我们这个东方持国天王，他表现代表的负责尽职。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你在哪个工作岗位，你要尽你的本分，尽你的职责，这就对了。人人能够尽分尽职，社会怎么会不繁荣呢？怎么会不兴旺？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代表负责任。南方天王增长代表进步，日新又新，不断在求进步啊！不是说我事情做好了就没事了，不可以啊，还要求发展，还要求进步。第三位天王广目，第四位天王叫多闻，你看看这个名字就晓得了，广目多看呐，多听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你要能把你自己工作做好，要想你自己天天在进步上，多看多听。他表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懂得了，你就晓得都有味道啊！他们手上拿的都有道具，道具有意义的。你看，持国天王叫你负责尽职，他手上拿的琵琶。琵琶代表什么？表示乐器，代表一切都要适中。你看弦不能太紧，紧了就断了，松了就不响了，要调到适中。就是你处事待人接物啊，要讲求中道啊，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呀。他表这个意思。南方增长代表这个进步啊，手上拿的是剑啊。宝剑，智慧之剑，你没有智慧你就不能进步，你要求进步先要有智慧啊！所以剑是代表智慧的。西方天王广目叫你多看，他手上拿的是龙一条或者蛇一条，这代表什么？龙蛇都是变化，代表变化多端，这个社会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变化多端了，你仔细观察了它代表变化了这个时候拿了一个珠子，掌握变化里头有不变的那个原理原则，你把它抓住，你才能控制这个龙神它这个味道在北方天王多闻
拿的是伞盖，伞盖呀、大家都晓得，防止污染。啊，复杂的社会里头，保护你身心清净，不要被污染。现在都把它当作神明看待，你说冤枉不冤枉的？啊，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啊？当中供的是弥勒佛、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满面笑容，肚皮很大，啊，代表什么呢？代表欢喜心，见到任何一个人要笑脸常开啊，啊，对人要笑脸常开啊。肚皮大能包容啊，啊，表这个意思。生平等心啊，成喜悦相。啊，一个佛弟子出世待人接物，要有容量，要对一切众生生欢喜心。